纯新的，之前是完全没有挂这个这么的这样子的长度啊，价钱只要85啦，所以说这一件非常强力推荐哈，很显瘦就对了。OK， CDM 42，价钱是85，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有去到XL 啊。OK， 一共有三个色，我身上穿的是 Forest Green 啊，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Forest Green 青色。这个是 peach color 啊， OK， 这个是 peach， 它是属于比较浅的 peach。 再来就是这个 lilac purple， 它有点粉紫粉紫色这样子。 OK， 三个色 CDM 42，价钱只是85零几。 peach forest green 还有就是这一个 lilac purple， 三个色都各有千秋啊。对啊，这个啊，谁要 S 的话我就个二啊，厂家只给到我个二。如果你要 S 的话，尽量直播下单拿 SI，每个色我就各二而已哈。像白它是属于一个这样子大啊，应该是属于一个大 A 了 ，OK， 大 A 中 flare 的那个裁剪，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衣领呢，它是属于一个这样子 square neck 的 ，OK， square neck， 然后袖子这边是有公主袖桌折，肩膀袖子这个 part 是有公主袖桌折，然后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下摆这边腰间这边有两个，左右两侧有两个折 ，OK， 口袋是方形的，它是有大腰带的 ，OK， 可是这个腰带呢？你不可以拿它搭送的腰带跟我们之前我们卖的那些腰带的 quality 来比啊，因为它是搭送。我要先声明啊，它这个洞啊，耳朵的洞会比较小啊，你穿这个腰带的时候会比较难穿，可能它一下子厂家做的时候它没有考虑到它的那个那个腰带的 size， 所以它会比较难穿过去。可是我建议，如果你觉得它比较难穿过去，你就不要穿过它的耳朵洞啊，把它耳朵洞盖掉是 OK 的。我先把腰带绑好，等一下子啊。所以说这一期啊，导致了这个长度的连身裙 ，OK， 这是唯一的一个款式啊，这一件是这一期强烈推荐的一个款式哈、啊。所以说要的话，尽量直播下单，因为数量尤其是 S size 太少了哈。所以说显瘦的颜色就是会是主播身上这个青 ，OK， 主播身上这一个青色。所以它腰带是搭一起的 ，OK， 我们它是有附送这一个腰带，所以像刚才讲的，腰带的话可能有点瑕疵，对，不能退换，毕竟是送的哈，因为它的价钱是85，再加腰带有，腰带是送的哈，不能说腰带有问题，我退换不行哈，不能哈。OK， 我基本上很喜欢这件裙子，因为它整体穿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大气，非常大气跟斯文嘛，就是因为长度也在那边，然后下摆还是属于大背，对了，加上上半身它是这个小四方形，然后肩膀这边是有微微垫肩，这边还是有一种假两肩的款式啊，其实它不是啊，所以它整体这边腰间这边带出来的感觉是假两肩 ，OK， 上半身这边垫肩小四方形，它有非常显瘦的效果。还有就是说它这个长度呢非常的大气，适合方身还是些 leaner 都可以啊。这件最主要它的价钱只要85啊，这个长度85啊，可以赶快带走啊，数量很少 ，SI 拿个二而已。如果你是 SI 的顾客，动作快哈，跟我的尺码下单 M 就好了，我是穿的 M size。整体来讲，能接受贴身的话，腰跟臀啊，腰跟上围多个2cm 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大坦力的面料，因为拉伸来讲，它是还有空间，上围、腰围拉伸都还有空间。能接受贴身啊，上围腰多个2cm 是可以，臀部没有问题啊，是属于一个这么的大腹，所以说只要你的腰跟上围穿到，臀部是没有问题的哈，它是属于一个大 flare 的一个款式哈，这个。其实颜色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青非常好看，它是从这种玉青啊，对，然后它青很特别，很青亮的青，它不是那种暗啊，差不多就那种带暗啊，又它不是啦、啊，它这个青是带比较亮的青色，可是它亮的啦，不是那种荧光啊，不是那种荧光，这个是属于一个玉青色。我除了我很喜欢玉青，我也很喜欢这个青，它是属于比较亮的 ，OK， 它比较偏向于我们常讲的玉青色啊，这个就是要不要赶快啊，这个款式是全新的，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像刚才就是助理讲的 ，SI 的数量是很少的。其实 S 和 XL 的数量很少，所以说要 S 要快，因为 S 每个色只有个两件。另外一个比较 bright 的颜色，就我身上是一个 lilac purple， 它也是有点粉紫粉紫色这样子。OK， 我身上这个是 lilac purple， 它上半身这边就是有点
夹两件事的那个感觉，其实不是啊，那是一件事，它就是这边微微添加了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这样子的 background 这样子的款式，所以 over 看去像两件，就好像你穿了一个上衣，再配搭一个长的半裙，腰间这边它一样是这样子搭配，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很显瘦，加上它这两个左右两侧的那两个折 ，OK， 所以你 among 三个色里面呢、啊，其实除了青色，这个也是很特别、啊。这个紫属于比较女人这个紫呢，如果是 compare 三个色，它会比较带女人味，然后说也比较少有的一个颜色，它的紫是属于一个比较浅啊，带粉的紫色，对啊，这个是 OK， 它比较偏粉的紫色，就你的青色 M 流了。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为什么说它整体穿起来很显瘦？是因为它衣领这边的这个四方领，然后加腰间这个裁剪，再加它是有垫肩，对了，加上它下摆是属于这样子大 flare 的那个款式，还有它的长度是属于非常大气的，所以我们讲这一件你上班或者是去 event 啊 dinner 穿，这一件都适合 OK，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了 OK， 我身上这个是 Layla Purple 粉紫色这样子的，所以你想要穿的比较女人味一点的，你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粉紫色 OK， 它是 Layla Purple OK， 最其实很特别的颜色是助理刚才我们身上穿的一个青色，玉青色，对了，玉青色，所以说这个青它是属于比较亮啊。可能有些镜头觉得哎，看好像是比较浅，不是它的青整体啦，就是说它是带比较出色 OK， 比较亮的一个青，不是那种啊，它就是比较偏向我们常常讲的一个绿青色，所以说这个款式是全新的 OK，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特别就是它虽然的小细节都很完美，它整体来讲它整个连身裙它的版型也非常的好看，就主要我是喜欢它这个长度，来身高160，然后是我是穿的 M 啊，它是属于一个可能八分 OK 八分的那个长度啦，所以说它长度比起我们的连身裙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的 OK， 这样子的长度呢，我们就是说你穿有一点点跟的高跟鞋，不要穿平底鞋，因为平底鞋的话可能穿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长度啊，你穿平底鞋整体来讲就没有那么好看，没有这么的搭，建议你穿有一点点跟的高跟鞋会比较搭好。来，另外一个比较 soft 比较柔的颜色，很显白这个颜色。三个色里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亮的颜色啊，这个是这个是属于 peach color 啊，桃色啊 ，peach color 啊，这个颜色啊也是会有显白。这个 peach 跟 lilac purple 你们可以二选一，因为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亮，也比较少有啊，比较少。那么如果 peach compare with lilac purple，lilac purple 会更少见 ，peach color 可能这几期都有啊。对了，可是 lilac purple 就比较少见。应该对了，应该这么讲，这个颜色会比较少见，应该是属于比较新的颜色。所以你要特显白的话，我就强力推荐你带着我身上这个 peach。我讲，如果你放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平平无奇这个颜色。可是它上身的效果，这个颜色 over 穿起来是很显白的，就对了。然后比较特殊的颜色就有这个 forest green， 它就是很特别的那种青，它不是那种暗的青啊，它也不是那种荧光，就是 more to white， 像刚才助理讲的，它是玉青的那个颜色，比较有光泽的看起来。OK， 只要带女人味多一点的话，就可以考虑带一种比较梦幻的颜色，这一个来了 purple 给我的。我也是有点犹豫的，要送哪一个色？然后是说 peach color 的话，可能那些女生觉得 lilac 会比较太就是整体就是说太亮，对，会太亮。你们可以选择 peach color。对了，peach color compared with lilac， 反而是 peach color 没有这么的挑年龄啊，它比较柔，基本上啊，讲真的，你看这样穿上去，你就感觉到好像你穿多一件里面再穿，你再穿多一个skirt两件式的感觉，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很显瘦，非常显瘦啊。这个它腰间这边85而已哈。OK， 腰间这边是这样子大片的，所以 overall 它穿起来。它应该说给人家一个很高，给人家穿起来像你穿了一个高腰的半上衣，衬了一个高腰的半裙，所以 overall 它穿起来，它把你的身高比例拉长了，所以你看去很显瘦。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后面呢就是属于这样子 plan 的 ，OK， 可是它一样有压折，它有压折，可是对了，它就没有那些裁剪就是说小细节，小细节没有，它的细节比较多是偏离在前面 ，OK， 三个色。有我们三个色比较显瘦的颜色就有这个 forest green， 然后比较梦幻比较浪漫的颜色就有这个 lilac purple， 然后另外一个显白的颜色就我身上这个 peach color， 三个色各有千秋，喜欢这个款的其实是可以包色的没变你的紫跟 peach 两二选一啦，不要包色啊。peach 跟 lilac purple 二选一，因为它的
道它是类似同色系，就是 peach 跟lilac purple 的区别，就是说 lilac 它会比较因为有些人我知道他不敢穿这个色 ，OK， 因为他觉得太亮了，太出彩了。你们可以选择 peach color lilac 二选一。对我来讲，青色一定要带走的。这个青色我觉得必带走。青色 S 就一件啊，佩妮你的是青色 S 流了，茜茜你的是青色 M 流了，主要青色的 S 就一件哈。CDM 42，价钱只是85，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最大是去到 XL， 长度是属于一个很大气。咪，它几乎啊，我的身高162啊，属于一个 midi length， 属于一个梅西了，很长了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于8-9分长度的一个连身裙哈。跟在助理的尺寸下单，这一件是穿 M size， 助理穿 M 哈，助理穿 M 最大去到 XL 哈。这一期谁要找这样子的长的比较长版的，然后可以去迪乐穿的连身，应该是适合哈，这一个适合的 ，OK， 就有这一个款式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是上衣啊 ，OK， 所以说找一些连身裙想。